有一种，只有一种特殊的蟑螂，就是胎生的蟑螂，它有产卵的这个本领。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打不死的小强，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。在那么多的蟑螂里面，蟑螂品种里面唯一的、独一无二的一种叫做折刺棉的蟑螂，能够产生的一种分泌物，晶体状的，类似于我们理解的奶，蟑螂奶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。1000只的蟑螂才能够获得100克的蟑螂奶，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很高，应该就是指这个营养素很全面，蛋白质、脂肪和糖这些主营养素它都非常的具备，同时它的营养密度很高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单位体积相同的情况下，它的蛋白质含量更高，它的热量更高，它的糖更高。蟑螂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优秀的蛋白质来源的潜在食物，这是第一点，是可以肯定的，目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也是支持这个结论的。第二点，蟑螂奶从自然界这么获得，纯手工操作，那么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，只能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样品，而不能够成为就是公众都能够喝到的饮品，这一点也是肯定的。第三个，如果说蟑螂奶有希望成量产走入市场的话，那么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因为这是一种人类以前都没有吃过的一种食品，它属于叫做新资源食品，所以的话呢还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，最终它才能够成为人类的一种食物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蟑螂奶可以作为科幻小说里面的一个角色，认为人类在处于一种特殊生境、极端生境情况下，作为一种饱和的高热量高营养的食物来特殊情况下的供给。蟑螂奶确实是很有希望成为新资源食品大家庭里面的一员，但是呢有所吃有所不吃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如果咱们没有到那一步的话，我们就把它作为一种新资源食品储备库里面的一员，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来看待它是最合适的。